啊，就有同学说，老师，你看哦，你这边有一个逻辑，这边又一个逻辑，而且这边有个 result，这感觉好像有点多此一举的感觉。那为什么不能够直接什么？如果它等于一，那实际上哦，那是不是就直接干脆把这一行搬到这里来就好了？哎，那就省掉很多事啊。所以哦，如果第二种写法是，如果我今天不要 result 这个变数，好，比如我这个把 result 拿掉，然后呢，就直接怎么样？当它这个结果是为一就被整除的话，那当然就不是质数了，对不对哈？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接下来哈，反之就是质数。那反之的话呢，特别重要，那应该这个反之 else 应该是跟什么？跟 if 是同一阶的，所以特别注意，一定要把这个 else 换行到这里，这样子，OK 哈。如果啦，假设哈，我们原来是写这样啊，同学想说，那为什么要加一个？因为你如果写这样哈，跑跑看，你会发现呢，我现在52是不是质数？不是质数，那你会发现会，先53，53看看 O 不 OK？53的话呢，它就会这样跑，是质数，是质数，是质数，那就一个质数就好了。为什么是质数？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它只要里面有一个不是质数，像50，它等于是跑一次，那它就一直会触发这个是质数哦。所以跟各位讲一下哦，这个地方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可以把它改写的地方，就是说呢，不过这个地方呢比较特殊，是以前哦，if 一定会对上 else，但是在 Python 里面哦，特别注意哦。for 回圈或 while 回圈哦，其实也可以对上 else 哦，但是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哦。如果你其他语言哦，没有这样的对应关系哦，就是回圈本身哦，跑完回圈很单纯，就是重复做。那如果跑完之后剩下来还找不到的话，哎，特别注意哦，这边其实是可以对应到一个 else 哦。所以这边这一行哦，我在云端上面我有多写叫 shift 加 tab，让它前一阶。也就是说呢，这个 else 哦，其实可以对应到哪里呢？对应到 for 回圈。哎，那这样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质数，我们再执行一下，会不会只跑一次？53是质数。OK，哎，那如果呢执行一下，哎，假设52不是质数，那特别重要，因为不是质数跑完之后，哎，出来也没有了，所以应该一次就 OK 了。哎，可是你会发现呢，会多一个什么东西？哎，不是质数，后面还不是质数，不是质数，哎，最后还是是质数，啊，为什么呢？看得出原因吗？不是质数，为什么不是？因为如果说能够被整除嘛，那因为 i 如果等于2的时候嘛，那52有没有被整除？有嘛，对不对哈？然后再来好像应该是3嘛，3也不会被，也不能够。有没有也是被整除了？再来多少？再来是四不行，四有没有被整除？四也被整除，对。所以你会发现，只要整除它就跑一次。那不对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只要是不是质数的话，哈，只要判断一次就好了。那底下的话呢，就不要再跑了。所以特别注意哦，如果当我希望哈，它找到这个逻辑为 true 一次哦。那就不要再往下的话，那我们应该在 print 的下一行做什么呢？多写一个叙述，什么叙述呢？特别注意哦，你就多一个什么 break 就可以了。OK 哦，因为如果你没有加一个 break 的话，它就继续找，找到2了，再找3，再找4。可是问题啊，其实你如果能够被2整除，那表示它就不是质数了。那再找3有意义吗？没有啊，找4其实它就不是质数了嘛。OK 哈，所以呢，基本上哦，那我们会多一个叙述，不要往下找，就是什么 break 就可以了。OK，那这个 break 哈，如果在 VBA 里面呢，它其实就等同是 it is for，啊，哎，跳离回圈啊。不过 VBA 叙述呢，它不叫 break，它 it is for。OK 哈。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来试一下。哎，理论上这样应该就 OK 了，所以52，这样就不是质数哦。所以哦，如果我今天的第二种写法，如果呢
我不希望多一个逻辑判断，这个跟这个的话，那我可以怎么样？直接把这个 print 哈，把它搬到这边来，直接就输出不是植树，但是你记得要多加一个 break， 然后呢，把这个 else 哈，记得哦，不是对到 if， 而是对到 for， 就把它怎么样，按那个 shift 按住啊，再加 take， 就是让它往前一接，对到 for 之后的话，就是。 以上全部跑完之后，他也都没找到的话，那他就帮你 print 这一个。OK， 所以这是还蛮特殊的写法哦。如果这样的方式哦，用其他语言是行不通的、哦，其他语言没有说哦回圈还可以对到 else， 没这个东西哦。哈、哦，这是比较特殊的、啊，所以我有在云端上有这个叙述哦。那一样的方法哈、哦，其实 VBA 部分要怎么写啊？其实我有写一个版本，其实在云端上面哈、哦。 也有一个什么啊、云端上面这边有一个这个版本改为 VBA 版本，那只是说 input 啊这个 input 改成 input box， print 改成 message box， MSG 就 message box， 那这一段呢、哦，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什么把 sub 到，其实这个 public 这个可以拿掉了哈、哦、，sub 到 end sub 就这一段哈、哦，你可以什么直接把它什么 Ctrl C。 然后呢，直接在那个 VBA 里面呢，如果要 run 的话，要不就是直接贴到模组的下方了，要不就是你也可以再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哎，是跟那个 Python 一样哈，啊，你就把公式这个程式贴过来，那其实也可以跑跑看啊，基本上的话跑出来结果啊，应该也会跟这个刚刚的一样哈，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哎，53。 40数 ，OK， 那如果再执行52不是质数，哦，那你会想说哈，到底这个程式有什么差别？其实你会发现哦，差别呢好像只有在哪里啊，一样是把 input 改成 input box， input box 有没有？然后放前面变数名称为取一样，那 for 回圈的话是 for i in range， 它、啊、这边是 for i。 等于2到那个 prom 的，哎，这边要减一哦，因为 range 是刚好也就减一的概念哦，所以有些地方啊，甚至你可以把它带一个公式，哪一个以后就带哪一个，哪一个带哪，哎，这样就很快的改完。然后呢 ，if 什么呢？百分比符号你就用 mod 什么 mod， 啊，等于的话呢，在 VBA 是一个等于，这边啊不 VBA 一个等于哦 ，Python 两个等于哦，好 ，OK， 这个可能要记得差异，那。 在 VBA 里面后面的那个 if 叙述加一个 then， 那在 Python 是加冒号，好 OK， 那我们 print 改成 message box 不是质数，那特别注意哦，在那个什么呢？哎，在 Python 里面哈、哦，我们是用 break， 可是在这里的话哈、哦，我们呢，我用 is sub， 哦，如果你用 is， 另外有一种用法是 is for。 那跟 is for 有什么差别呢？哎，特别注意哦，最大的差别哈、哦，如果你用 is for 哈、哦，它是跳离这个回圈，也就是 for next， 也会执行到这一行。OK， 哦，所以你也想说，老师，你这边为什么不用 is for 呢？因为如果你假如它跑完了，它不是质数，对不对？然后如果你用 is for， 它跳出来，它又多输出一次，变成不是质数，又是质数。 那不对，所以哦，如果你希望哦，这个逻辑是让它跑完之后呢，整个就离开的话，那你就改成 is 什么？ is sub，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哈，所以哦，我顺便是这个是补充的啦，当然最好是你先以 Python 为主，然后 VBA 为辅，以后的话最好是两边都能够左右逢源是最好的。OK， 啊，其实我是觉得就我写作的习惯哦。 两边差异实际上也没那么大了，我觉得，因为反正两边，而且我云端上很多地方都有两个版本都有互相参照，所以以后你如果两边都看熟的话，其实两边应该可以很快改写啊。如果有时间的话哦，哎，最好两边都能够再试试看哦。那画面再还给各位，请各位先试着哦，把刚刚的这个部分哦，我把它放在云端再上，这个是精简的版本，这是第二阶。 本来是这个嘛，哈，然后把它改成下面这个。另外的话呢 ，VBA 的版本呢在这里，哦，等于是在第15页的地方，哈、哦。
OK， 那试一下哈，来画面再还给各位哈。